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法，适逢中法建交60周年。60年来，两国贸易额增长近800倍，2023年达到789亿美元。中国成为法国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法国也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，双向投资额累计已超过260亿美元，位列中国与欧盟国家合作前列。2000多家法国企业在华经营，中法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。习近平主席此访为未来中法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，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，增添新动能。